咁啊，我哋将佢变成倾偈，好，见到你就得噶啦。咁啊，因为咁多年咧，其实我谂大家对梅艳芳嘅熟悉嘅程度咧都烂咯，熟得烂咯。好心啊，不过咧话心咧又唔算好心。即係我哋其實真係差唔多每年先一次做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哋有心入邊有咩疑問啊，盡訴心中情啊，咁係有嘢問有問啦嚇，有問啦。幾多條啊？問題咧暫時咧就不設嘅，即係不設話十題或者一題嘅。我唔會問嘅，放心，我唔係差到咁樣。我十一月仲會做演唱會，我連其他嘅唔揾我，十一點做宣傳會，有冇搞錯？我諗唔需要，因為太矮啊，真係我腳長啊，最唔緊要啦，你哋講啦，因為咧後邊啲朋友睇唔到，如果我坐低咗咧，佢哋係好唔 fair。咁前面坐咁，你哋又唔乖，咁點啫？你坐先啦。嗱咁啊，只准发问嗰啲企起身。如果唔系咧，第一我听唔到，第二有个好混乱 ，OK？ 系啦。如果你哋有问嘅话咧，就企起身。你有嘢问啊？你都企咗起身噶咯喎，仲要企起身？問啦。當時你咁高，你坐喺度啊？你應該去邊？你可唔可以同你嘅邊個朋友當年哥？我想今日話個好消息俾你聽，其實我而家嘅康復咧已經去咗八成啦。我想多數都會在短期內呢會好翻。不過呢就要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呢，要慢慢去身體要去保養啦，因為多謝我會為了你們我會。OK， 第二條即是你講香港演唱會之後 ，OK？ 香港演唱會之後咧，我會繼續去巡迴演出㗎，會去美國同加拿大。之後做完巡迴表演之後咧，翻嚟香港咧，我就唞幾日咧，就會飛上去大陸、四川同埋北京咧，就將會同華仔拍《十面埋伏》呢部戲。你唔好咁，你咩话你？你是说演唱会？我去北京的时候应该是12月份，做完香港的东西，然后巡回表演以后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竟然还早呢。疫情还没，北京一定会去，听说那个时候那个北京天气非常冷的，是不是？还行吧，好了，你可以的话，到时候你照顾我一下啊。明年2月，暫時我哋未 plan 到去馬來西亞，不過有人同我哋傾緊，我哋會盡快，希望喺東南亞度盡量快啲做演唱會 ，OK？